记者翁子涵台北报道，萧秉治近来赴深圳担任英伦铁肺歌后 Jessie J 的演唱会暖场嘉宾，飙唱歌曲《我好想好想你》，爱过你有多久就有多痛，获得满场观众热烈掌声，也藉此机会零距离感受 Jessie J 的舞台魅力。萧秉治大赞，好听到起鸡皮疙瘩。对于站上万人舞台，萧秉治不见紧张神情。但到了后台见到国际巨星 Jessie J， 萧秉治秒变粉丝，紧张到手抖不听使唤。在和台碰面前，他还像是要跟喜欢的女生碰面般，不断练习见面时的第一句话。而中秋节将至，他也送上专辑和月饼礼盒， Jessie J 开心收下礼物，第一时间就先拆专辑，直夸很酷，让萧秉治感动不已，也开心留下合照。萧秉治也将继续担任 Jessie J 在天津、上海场的暖场嘉宾。一得知 Jessie J 将到台北开场，他也表示届时希望能尽地主之谊，带他大吃美食。萧秉治担任英伦铁肺歌后 Jessie J 演唱会暖场嘉宾。相信音乐提供，萧秉治送上月饼给 Jessie J。相信音乐提供，